那我就来试一个包子。嗯，嗯哼，那我包子好吃。哇，一口一个，真帅！鹏鹏，来个，在。趁着胃他没反应过来，还没吃完。待会儿咱们出发就不回到这儿了。嗯，哦，那就中午把箱子合好就行。就走了，吃完没事。你吃完不着急。嗯，就直接从那边走了。嗯，我们就带你回蘑菇了。好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回蘑菇吧。